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。今天太开心了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今天大盘最高来到21308，是不是破2100了？当有一次大盘跌600多点的时候，对，大家很恐慌，对，很多人在这边把股票出清。只有我在这边1:30跟大家说，我说什么？资金翻倍的机会来了，这时候要买什么？台积电、鸿海，我带大家买什么全职股？对，好，你看台积电今天真的是创波段高，哎，最高来到844。我算了一下，当时如果你有把我的话听进去，来。之前这边在750，我算了一下，对，750到今天一张获利多少？10万。今天哦，老师的会员，对，他在 Light 跟我留言，他说老师，现在要称呼你飙股小天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就是金城科，他说老师，这鸡嘛太狂了，太牛了，你看今天又涨停来到119.5，我们在什么时候买进来？66，在这一天，当大家在疯狂买银建，有吗？你看，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，当时大家疯狂买国建，电视都一片看好国建，对，421，我跟大家说不要买了，因为我在22推荐，22到421都翻倍，对不对？当时买的理由是什么？大家看好是殖利率，我说那如果这个殖利率高，倒不如来买什么？来金城科。我说这档殖利率8%多，哎，果不其然，对，它就从66涨到119.5，它就是这么飙，涨停涨停再加创新高，当然它是营收创高了。好，那除了金城科之外还有什么？红那个台积电的小标兵，我跟你讲，这档完全复制这一档哦，金城科，因为呢连续3天涨停，那等一下再来讲是哪一档了哈。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讯星 KY， 是我们手中的核心持股。你看我160买，对不对？今天最高198，也是创波段高，当然我还是持续看好它了哈。还有，我今天会就这个鸿海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鸿海也是我们核心持股。当时我带大家买在哪里？140，对不对？140到今天174，波段获利也25%了。好，那这个等一下再来讲。我们先来解大盘，因为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大盘啊。很多人也是问我，哎，老师啊，指数到21000多创波段高，我忽然不会操作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，其实很简单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虽然指数创高，但很多股票下半年，对，才是旺季，但是呢它已经修正到年限，其实你回头来买这个，其实也是资金可以快速翻倍。然后好，如果你昨天有把我的这个节目看完，我相信今天你会赚到一根涨停。来，就是什么？来，就是这个 IP， 你看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昨天，这是昨天哦，昨天我的主题是你被嘎空手了吗？被嘎空了吗？对，好，那我也讲，我说这一波你看我节目，这两个情况，嘎空手跟嘎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好，我昨天说什么？我说哈，来。这个航运哈，航运是双主流嘛，对。但我昨天也说航运这个高了不要追了，你看我讲什么 ？IP 质稳哈，要回来买什么？世新、安国跟创意，对。好，你看今天的世新 KY。今天一开盘就涨停哦，当然它是因为那个它的最大客户入股它嘛，好，亚马逊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看创意有没有？创意也涨多少？40块，对。再来安国，神盾集团很强哦，你看这个神盾
今天最高还有拉到快涨停，对，那安国还是持续的上涨。所以呢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，虽然指数已经创高，但是很多个股修正完毕，准备要起涨，这是我们的机会哈。就像我左侧写的哈。资金要快速翻倍，就是要回来布局这种低位接的这个下半年的旺季股了哈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今天对不对？今天大盘会涨，也有一个原因是 MSCI 它调升台股嘛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一直跟大家讲哈，当这一波大家开始前两天疯狂在买这个航运的时候，我说航运高了，你倒不如回来买什么？六月电脑展，我说六月电脑展 AI 会重回主流，对，那今天就是验证，完全的验证我这几天讲的嘛。好，再来哈，你看新的 ETF 要募集，你知道我当时哦在推荐这个高价 IP 的时候，其实我知道大家会觉得不相信，真笑哎，四星 KY 已经破年线，然后破干那样，你叫我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是买在2800。好，我当时怎么讲？我说四星 KY 被修正了50%嘞。对不对？修正50%，其实以这个长期来看，它符合我说的，就是甜蜜价跌出甜蜜价，跌升就是最大的利多。好，再来哦，你看 ETF， 你知道新的 ETF 它要买什么？它就是要买这种 IC 设计。好，所以新的 ETF 要回来买这一些 IC 设计高价 IP， 代表什么？代表有资金的活水，有买盘啊。所以我当时已经跟大家讲了，如果你有听进去，我说今天你就会赚到一根涨停。好，再来呢，其实未来哈，最近就开始会有股东会的行情哈。好，然后呢，那个 FED 它下半年，对，下半年会降息。那不管何时降息，降息就是确定的嘛，那确定不会升息。好，那不会升息，降息代表什么？还有资金的动能哈，美股会上，台股就会继续上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我要跟大家讲的是，你看每一次的低点我是不是都帮大家掌握到。好，你看当时4月19号，对，跌600多哦，大概惊到要死，我说哈，当大家恐慌害怕，股票都不要的时候，代表低点就过了，对。那果不其然，你看19291到今天，对，创高这一段，我也帮大家获利了2000多点呢。那如果你有听我的，当时跟我们买什么鸿海，或者你听我的买台积电，你今天是不是就像我说的，你会感受到什么涨停板的什么？幸福感跟资金快速翻倍的幸福感，就是说这一波涨上来，指数创高，我相信你会非常有感的哈。好，来，再来哈，我一直跟大家讲哈，我说哈，那个台股哈，它是走回升。一样哦，即便今天已经涨到21300多，我们还是不要预设立场。其实很多时候哈，不是这个老天爷不给你赚钱的机会，而是你自己不想把握。对，我都在想哦，你看我从这个每次低点，对，这一边19291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假设你害怕，你就买台积电；假设你害怕，你就买龙头股，对不对？我每一次每天都在这边讲，所以我当时还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如果你不把握，真的再给你100次机会，你也是没办法赚钱嘛。现在一样哦，指数来到21300点，我还是苦口婆心跟大家说，不要担心这边是高点。如果你担心，倒不如我跟你说，回过头来买什么 IP,IC 设计，因为他们已经都跌50%了，下半年还是，就是下半年是电子股的旺季哈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的看好，一样哦，有转机跌升，就像我的赢家方程式这样。好，你看为什么大家会说，老师，你那常常拢找到和你标的股票？我就讲，因为我有赢家方程式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赢家方程式的第一点就是说，我要买的股票一定是什么长期修正，好，修正的时候就是自息量，出量第一根我就会买到。再来，这只是其中一点嘛，还要有法人的回补嘛，哈。然后第四点最重要是我的策略选股出现买讯，对。那策略选股出现买讯，这个就很重要，因为哦，
常常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老师你嘿金城科好运，你一档好运。但是我昨天讲了哈，不可能每一档都这么好运，都完全复制，一定要有一个工具。现在万物皆 AI， 对，来，我们先来验证一下，我用我的 AI 策略选股，我选出来股票真的，因为哦，真的太多人问我了，他说老师我就配好你耶，怎么可能金城科这种股票你找得到？然后找到就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那个台积电的小标兵你也找得到，三天跳空三只涨停，他真的是说真的是佩服哈。他说没有真正进来，他还不相信老师有这个功力，因为他选择相信，他进来参加。好，参加之后呢，从普惠升特惠，再升清代。因为都赚到钱啊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我说哈，我的赢家方程式选出来就是这么标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特别会员哦，我说呵，对，金城科有没有？他今天哦再创高，而且是涨停板创波段高，我说真的是太狂了，66介入到现在119了呢，对不对？获利81%，我也跟我们会员说，我说今年的行情真的很大，好好的操作会赚到这辈子最想要赚的钱哦，这个是我天天在这边跟大家说，所以哦不要说现在行情来了，对。跌都有你的份，但是真正要涨可以赚到一辈子想要赚的钱你却不把握，那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我觉得齁，很多时候机会来了不要想太多，把它把握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你担心说哎，高了，对，那为什么不把就是档数集中，我们集中好好的集中一档买什么值好的股票，让资金快速翻倍，这是我一路上一直跟大家讲，这也是我的操作心法。好，来，你看当时我推荐这个安全监控，没有人推荐，对，我说安全监控也很重要，大家要买房地产要买银建股，我觉得银建也需要安控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哦，它四月营收年增211%，你看我选的不是那种鸡蛋水饺没有这个营收的，哎，我的专长是选什么，就是转机股、小型股翻倍，对，好，再来，你看，当时大家在买银建，殖利率5%，哦，安尼拢得了，我说不要，这个殖利率8%，这也很便宜啊，殖利率8.27%，对，好，再来，你看它公布，它这个它有公布哈第一季的营收。他赚3.92%，对不对？去年第一季你看他还亏损，这是不是转机股？你看哦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前一波带大家做什么？新复星，来，新复星也是转机被我抓到，我们把它缩小。我30块那时候，我30块带大家做，它也是转亏为盈哦，30块做到100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还是在89，它回不到30块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当时金城科。对，我当时介绍我说他三月营收，他全部那个营收都一直成长哎。好，来，我什么时候带我们家族成员买？我创高回撤，我买66，对不对？第一天涨停，好，第二天有没有76.1？对，续涨，来第三天又涨停793，好，第四天有没有又涨到804？对，我已经获利28%喽。第五天86，好，第六天跳空涨停锁住买不到，对不对？941，好，第六天对不对？它已经被警示，涨到被警示，我的股票都涨到被警示，我也很头痛。好，你看哦，第六天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哈，我收盘坐上来，我说它跌到902，我可以接受，因为它涨多了哈，我没有卖飞，我持续的带我家族成员抱牢。好，你看第七天有没有992涨停？好，再来，好。昨天又跳空涨停，有没有？已经50张，已经获利215万了嘞！今天开盘没多久再涨停，哎，你看我66到119.5，已经获利82%，10天获利267万，这个是千真万确，这个是特别会员的这个持股而已哈。所以你看，不是赚不到钱，而是就是说选股哈，你要选。能够翻倍的，那一定要有好的工具跟好的老师来带领你。好，来，我不是买创高，我这一波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我们要买什么创高回撤整理完的，加上什么有筹码，
有产业前景哦。好，来，你看我买的时候位阶也不高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买的时候这边是不是量缩，然后买的时候出量哦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我们就从这里有没有，我把它放大哦，时间的关系不一一讲，我从这边出量有没有66，一路强势股不会破五日线，对不对？一路就到 119.5。 那你问我什么时候要卖，等那个筹码，对不对？筹码还没有松动，筹码集中我就不卖，筹码一松动我就卖，因为我有这个我的那个监控的系统嘛，对不对？他盘中大户还在买，我就不卖，大户一卖我立刻卖。好，再来哦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等一下回来哦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公开台积电小标兵，真的太多人问我了，我的 Light 真的要爆了，因为呢每天听我讲，每天大家看到金城科一涨停涨停涨停就一直问我 Light 小标兵是哪一档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说哈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对，我要庆祝，来，我要庆祝哈，我们的家族成员资金再创高，对，好，我520，我是不是第一朵花是金城科，对不对？十天获利多少？81%，哎，真的快翻倍，对不对？好，五月份的第二朵花是什么？台积电小标兵，我等一下要公开。我明天我找好了，我要布局520的第三朵花哈。我今天只有优惠20名哦，前20个人打电话的，我给你优惠，趁广告的时候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我下一个阶段再来公开台积电小标兵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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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，专业智慧经验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，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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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你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来。其实今天一大早开盘的时候啊，没多久我就发现，哇，我的股票好强哦！我今天开盘没多久就三朵花，三档股票涨停板。好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哈，我做节目是最用心的，我都把最好的、好最及时的、未来我最看好的，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，对不对？那我给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，说真的也是最好的，没有最好的我就不写上去。
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哦，昨天对我昨天第一时间我就跟 Light 粉丝团家族成员说什么？来，我们看这里时间的关系，你看哦 ，IC 设计，我就说看好什么？来，安国、世新 KY 有没有跟创意？对不对？刚刚也看了哈，世新 KY 一开盘是涨停，所以昨天看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，今天我说 Light 这个高价 IP 也都赚到钱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今天5月15号，对不对？我说什么？我说高价 IP 神盾集团有没有？神盾跟安国，来我们看一下神盾。你看尾盘拉上来涨8%，所以是不是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真的是很幸福？好，再来哦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的扣讯。好，今天一大早，对不对？来，你看我怎么扣讯。好，来，呵，世新涨停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最大的客户入股，那我们在2800介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到2980我们还是续报了。好好，再来，你看。创意有没有？创意，我们是什么时候买1310？我相信那时候大家都在封营建的时候，我就说倒不如回来买这个高价 IP 哦。我们1310嘛，那你看创意今天是多少？今天是1400，我们也是获利嘛哈。好，再来你看系统最便宜的 IP， 这是我核心持股哦。哦，你看我四字头介入，对，今天到六字头，我们还是获利哈。好，再来你看中光电。有没有中光电今天最高来到105？哎，对，哎，我算了一下哈，获利也快40%，所以跟我们的家族成员是不是很幸福？我没有冲来冲去，我看好一档股票，我低档买进，我买低。好，我们用中光电来举例好了，这是普惠的，你看我买在77，对，好77，那我报到现在，对，今天最高107，我们一张。也有赚30000多，对，你10张也赚300000，对，也没几个月哈。所以说，常常我在想哦，就是说我的会员真的很幸福，因为我说过，我最开心就是选股，我最快乐就是我会员赚钱，我就很开心哦，因为这是一种成就感。再来呢，我如果选股能力这么强，我可以帮助到就是大家，那我会更开心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就是我今天现在来公开，然后台积电小标兵真的太多人问了，我倒不如直接就公开就好了。好，来你看，我说这档它是在做自动化感测器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种感测器很厉害哦，可以用在食品、饲料、石化、化工跟这个半导体都可以。好，那我昨天讲最重要是它布局什么？清末式好散热，那这种伺服器都需要散热，那散热它如果用完了没有感测怎么办？所以它就是研发哈，如果快要用完了，它就可以跟你说。所以它现在已经接到大厂的订单了哈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本益比19倍，我不是乱找的，这本益比低，殖利率快5%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档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来4549环达，我跟你说哈，前几天不是我不公开，而是呢，就算我推荐给你，你也不敢买。因为你没有我带着你来买这档，你也不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一下4549，是不是很强？对，122.5。好，那你看它的线涨怎么样？就是这样，你看它涨的样子是不是跟这个6419很像？比它更强啊？有没有比2363强啊？哦，也是很像，对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哦，我选股。逻辑模组都一样的哈，第一档或许你会觉得增效哎好运，那第二档呢你会觉得好运吗？那第三档呢，这就是本事跟实力了。好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哦，来这个是我讲的台积电概念股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好。是不是环达？对，昨天讲我买的时候呢，买没多久来，是不是就涨停？对，我讲说它伺服器水冷散热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是不是环达？对不对？好，第一天涨停，那第二天呢再涨停，我就不撕了哈。好，第三天今天再涨停，有没有？三天就30%。好，你看来我说它是台积电小标兵，有没有？好。第一天涨停，指标翻多，对不对？第二天涨停，来第三天再涨停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已经获利了快30%，最后
时间的关系啦，哈，来，我要邀请更多人，不要只是羡慕老师的会员，永远都有这种标股。其实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，你手上也可以跟我会员一样有这种标股。来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庆祝老师的会员资本再创高。我跟你讲，5520，第一朵花金城科，对，81%；第二朵花环达3天30%；明天我要布局第三朵花，限量前20名，想要跟我布局520第三朵花的广告打电话进来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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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。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。我们不造神，更不成魔，专业、智慧、经验、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、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，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。